我们下的弟子呢？义父，孽障！女子，回答莫掌门。 是回来了，赵兄，你看看吧，你看看吧。 你的义子是真能干呀，仅凭他一己之力，险些让我清风剑派从此在江湖消失。莫兄放心，我一定给你一个让你满意的交代。哼，君不负我。 我不负君，今日我总算是明白了。主上，开恩。